我叫安娜 AKA 迷你米，因为长度抵不过地球的吸引力，好奇心让我看到 MJ 在 MTV， 从那天起就开始学他 V 力劲，学他垫垫垫的脚，瞬间变变变的搞，这脚的功夫要学得好，烦恼都觉得少，这是袖珍型的冒险，是种浪漫，了不了解？阶段的步伐，我秀身形在表演 ，Oh yeah， 叫我小不小姐 ，Yeah， 别看我需要助跑 ，Yeah， 更有时间想得久 ，Yeah， 从来就没怕目标 ，Yeah， 总是比我高两个头，就垫着脚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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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就垫着脚尖，就垫着脚尖，他们学我垫着脚尖，就垫着脚尖，所以就。虽然难免有事也想有巨人整，但我依旧享受这 happy 人生，娇小身躯灵活 I feel like a ninja， 想跟我 battle turn up， 把音响 drop like star rock with the 音浪，初次见面的通常会惊吓、看我脚在点看我脚在飞，用着不同的角度形成的概念，用着不同的角度我看得太远，就暖化我垫着脚，因为地板烫我垫着脚，想被看得见就垫着脚，不想被看得扁就垫着脚，就垫着脚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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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就垫着脚尖，就垫着脚尖，他们学我垫着脚尖，就垫着脚尖，所以就垫着脚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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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就垫着脚尖，就垫着脚尖，当我垫着脚尖 boxing， 学我垫着脚尖 ，yeah， 当我垫着脚尖阿妹，学我垫着脚尖，哎，垫着脚尖，当我垫着脚尖 ，yeah， 垫着脚尖 ，yeah， 一起垫着脚尖。